来只因欣赏相声绕口令，表演者刘小平、张卓泰。感谢大伙儿。刚才这个是一个传统的节目，用一个不太传统的方式结束，很好。这场呢，换我给您接着说这个相声。您看这个相声啊，多种形式，有一个人的叫单口相声，俩人呢叫对口相声，三个人啊这叫群口相声。说我今儿这节目就算是单口相声。你看，这是什么玩意儿？你嘞，这是干了干嘛的？我没有那么好的身体啊。就是，你嘞，这是干你？哎，马姐，我抽你啊！你来这是干收马的？你上来一说话这味儿的，是干我们说相声的呀？说相声的呀？啊，对呀、啊。那大小啊，就爱听这个相声。你爱听这个？说个什么三列国呀？东西汉，水浒、聊斋、济公传，什么西游记呀、啊？孙悟空啊，搞这个唐僧去取经。三界八角事儿，三大白骨精，是不是？说书的老先生，不是您理解错了啊！说还一套一套的，我们不是说书的，说相声的。哎呀，你不是说相声的吗？相声，相书。我今儿非给他教会了，你给我分开说啊！说相相相，说相相相，这对了，声声声，说说说，我白教了，相声相说相声相说相声相说相说相，好什么好啊？他把我教会了。你学会了？我跟您说啊，就您这个嘴啊，说不上来相声这俩字儿。那要是能说上来呢？今儿我起个誓，你要能说上来，我是寡妇。相声信捣乱是不是啊？什么毛病啊？这是可怜了，可怜你这惨死的爷们儿。没听你说。您是不是捣乱了？知道您是说相声的。知道您是瞎闹什么呀？那你是说相声的，那他们是做嘛的？这观众朋友们听相声的呀。听相声？对呀、啊。相声能听吗？相声能听，这相声本身就是听的呀。那怎么听呢？拿耳朵听啊。拿耳朵听啊？拿谁的耳朵听？拿自己耳朵听啊。拿耳朵听？对呀、啊、我能听吗？都能听啊。那你说说我听听。您听吧。你说说我听听。好好好，我说说您听听。上来这么一问，咱接着聊啊，接着说这个单口相声。您看这个说的是什么时候的事儿呢？是朋友，这拿耳朵听就是拿着自己耳朵听是吗？那也不能拿下来听啊。你拿下来我瞅瞅。为什么话拿您啊？您看着我就行。哎，看着你啊？看着我。我真难呀，听相声，声儿太多。您看着您说，我看着您。我接着给您说这个相声。我敢说吗？我。您知道您这状态多吓人的吗？不是您别瞪着我，您动过来点。朋友们，听相声还得动上点，太难了。您说。你动过来。还得动过来的，您说。我接着给您说。您看这个，什么？你觉得呢？
我这说相声旁边这么一尸体诈尸的是怎么着呀？你不让我动换着点吗？您小动作，哎，这小动作，我今天蹦哪受得了啊？您小小点动作，您这事儿吗？加点动作，说的是什么时候的事儿？你是让什么东西附身了是吗？你不让我动换着点吗？废什么话呀！您是不是捣乱来的？谁捣乱啊？废话半天了，您是干嘛呢？这不纯捣乱吗？知道您是说相声的。哎呦，知道了。哪认识你？你认识啊？真的假的呀？你叫那个什么玩意儿？是什么？这是认识我，我张九泰呀。你这个名字还挺壮阳啊。这还壮阳什么事儿啊？我说你为什么叫张韭菜呢？这都谁起的呀？我离你近，我都感觉我阳气特别的壮啊。我叫张韭菜，那谁家叫张韭菜呀？那个张韭菜。对呀。什么意思呀？你姓张，在你们家第九辈，你是一个太监。这不是胡解释吗？张九泰吗？没听说过哪个泰呀？啊，泰山的泰。哦，泰山的泰。对。哦，张九泰，哪认识你啊？还有认识我？不不，哪认识你？咱们村子里全认识你啊。哦，您是住村里？我住村里，我们村儿啊，黑村儿，全认识你啊。哦，真符合您自己的特性啊。但是朋友们，一般来说呀，我们白天不出来，晚上出来。你们村里人都晚上出来？全晚上出来。那不都得撞一块儿吗？撞不到一块儿。你到晚上去我们村，全是鸭在飘。你们这是黑村，你们这是鬼村啊？哎，你说要我说我们那是鸭村呢。就这包袱可乐吗？鸭村那是乐的吗？那是嘲笑我。咱们这个村子，哦，你黑牙村啊！我说两件事，你开心开心，让我高兴高兴。咱们村子里有一个大傻子，这我有什么可高兴的呀？喜欢听你的相声啊！你们村傻子好听我啊！喜欢听你的，喜欢听你的相声啊！哦，我看出来了。您就是那村里的大傻子吧？在那儿。哦，那是您哥哥。那是大傻子，喜欢听您的相声吗？好听我。听了您的相声吗？怎么着？考上大学的。我这相声能治病吗？那这都是什么包袱？咱们村子里还有一个二傻子。你没事就滚一边好吗？打断人是很不礼貌的行为。没给你打断了。咱们村子里，各位老师，你能带着你几个粉丝出去开车吗？这怎么又开车了呢？我没有打断你，看你那几个粉丝。这爱开车什么事儿啊？你自己心里有数。我心里没数，现在是您心里有数。咱们村里还有一个84岁的老寡妇。哎呦，喜欢听你的相声。那么大岁数爱听。听了你的相声啊？怎么着？怀了孕了。好家伙，都是你的事儿啊，跟我没关系。你这个畜生啊！咱俩谁是畜生啊？不是，我就好奇一点，你们村一大傻子，一老寡妇，还有你，你打哪儿来的呀？你是那大傻子那寡妇的结晶？不是，你就说这寡妇得多黑也能生出你来？我跟他们没有关系。那在村里就仨人，你跟他们没关系。我是村长。我们有一个评选嘛，谁最黑谁当村长。哦，您是合着是最黑的。对，我是最黑，牙最白的。哦，我是村长。那您是村长，您回你们村，我们这还得演出说相声。
晚上我们出来活动活动。那晚上出来吓人来了，不是，那您别耽误我们演出啊。你演什么出啊？说相声啊。知道我过来干什么来了吗？给牙哥代言。不是啊，朋友们啊，俺是过来说相声来的。谁呀、啊？你啊？您说不了相声。我怎么说不了相声？说相声得讲究普通话，您有口音。我这个话很普通啊。那过于普通了，您说话带口音，说不了相声。谁有口音啊？在咱们这个村子里都这么说话。废话，在你们村，在这儿不是，这儿不是你们那黑村儿。在这儿就你这么说话，就你一个人这么说话。大伙儿都这么说。人都说南京话。南京人也可以说普通话。我也可以说普通话。你这普通啊你啊啊不是我们说相声 啊来讲究什么说个什么蹦蹦蹦蹦蹦蹦憋子牛绕口令，就您这个嘴，就您这个说得了吗？你能说吗？我能说呀。你能说？你来个蹦蹦蹦。我啊，没人有这种蹦蹦蹦，来一个，就是什么叫蹦蹦蹦？连放撒屁蹦蹦蹦，这您能做到啊？我不行。你来个蹦蹦蹦，憋死牛。呸！你说你什么都来不了，你干什么在这？好家伙！行了吧？这他都亮点了，接着问呀，还绕口令，那能说那个？绕口令我们能说呀，绕口令问三边不问了，讲话吗？绕口令能说吗？我们能说，特别擅长。你能说，我也能说。您说不了，我说得了。行，那是抬杠是不是？啊，我说绕口令，您要能学上，您能说一下。行，你说吧。我说绕口令。你说。你听，当着各位，我就能说出来。行，这没有嘛，朋友们，没有嘛，很简单，十个人都能说相声，对吗？行，你说。听着啊，你说。说打南边来个白胡子老头，手里拄着蹦白的白管棒棍。说完了吗？说完了。还有吗？没有了。听我的，来，就这个是不是？就这个。没有吗？听我的，说，拉棒棍。换一个。哎呦妈呀，疯了！你什么？孙子，我让你总结中心思想来了是吗？你是不是拉棒棍？他是老头，您按我那个说呀，你这个说是不绕嘴。里边有没有老头？有老头啊。有没有拐棍？有啊。老头拄没拄拐棍？拄着呢。这不就完了吗？凭按我那说，打南边来个白胡子老头，手里拄个蹦白的白拐棒棍儿。人生这么多条路，干嘛非走歪路呢？这么说他绕嘴，您按我这说，还按你这个说。废话，那么多老头呢，你说哪个都行啊。那绕嘴吗？那个听我的，来，没有吗？没有吗？水儿，什么东西？水儿，没有这句。水儿，什么呀？水儿，哎，可是，这是哪儿的？哎，可是，哎，可是，开始演了，哎，可是，你随便吧，你随便吧，你随便吧。这玩意儿谁听得懂啊？这个太开始蛇接哪边？南北接南接南接南边蛇说接南边说接南边你指的南边了是怎么着？接着说呀，你就别老接啊。说接南边啊，说接南边来了个白胡子老猴。对，老猴，老猴。您到动物园了是怎么着？来老猴啊？老什么？老头。老头姓猴。我操！那白胡老头姓猴。哎，他叫老猴。那你也得说他叫老头。您爱给他，您让他姓什么都可以啊。行，十二。说金，说金来，金来，说金来呗。老张。说金来呗，那个白胡子老头。对。白胡子老头手里边拄着个。手里拄着个棒，老头手里拄着个棒，棒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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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个猴吗？这来了个老秦。对不起啊，这一下出来俩人了，一个老猴，一个老秦。是，您这我刚才缺什么呀？不是蹦吗？是不是猪啊？棍儿啊，棍儿！你后半句是吗？蹦白的白鬼蹦棍儿，还有棍儿。是。说起那边，我听你姐南边就够呛。说起南边来了个白老头，手里拄着个蹦蹦蹦蹦蹦蹦蹦，你再蹦起来。你给我一个理由，他凭什么蹦起来给我一棍？因为您见他叫老头了，你叫老大爷他就不会给你一棍。我都没听说。叫老头礼貌吗？不礼貌。这老大爷，你半天已经很不礼貌了，知道吗？啊，你说不上来了。这你听我说，进南边，进南边来了个白胡子老头，手里你这个面貌，这一说就说。一说就说上了，我已经了解你这个套路，一说就说。您都六说了，你也没说上来。那我呢？你来，说。说起来，那个白胡子拐棍，说出那个白的老头儿。有嘛呀？他是没有吗？对对，你是是，但是我说那个是老头拄拐棍儿，对，你说的是拐棍儿拄老头儿。这老头受得了吗？老头受得了。我问老头了，你受得了吗？老头，我受得了。老头受得了，老头喜欢让拐棍拄着。你怎么着？就这一个绕口令，您给我刻画那么多人物干什么呀？你就按我这说就行，简简单单的。您说不上来了。哪要是能说上来呢？您要能说上来，我起个誓啊，我也爱说上来说不上来。我起什么誓呢？我的，有没有？爽。说起那边来那个白胡子老头，手拄棍白白拐棒棍，怎么样？说起北边来那个黑胡子老头，手拄棍黑黑个棒棍。说起东边来那个绿胡子老头，手拄棍绿绿个棒棍。说起西边来那个粉胡子老头，手拄棍粉粉个棒棍。说起四面八方来了四个咖啡色的老头，手拄棍咖啡的咖啡拐棒棍。这是什么呀？你记住了吗？你记住老头，你一个老头，我八个老头，干死你一个老头。咱不说绕口令吗？你弄一群老头来干什么呀？老头多呀。不是，我不服。还不服？这哪跟哪儿？这是一个，这一个。咱接着来，接着来，再来绕口令，再来绕口令。您听那个，我听着呢。说啊，说，说你会炖我的炖冻豆腐，你来炖我的炖冻豆腐，你不会炖我的炖冻豆腐，别胡炖乱炖，炖坏了我的炖冻豆腐。来。哎呀，俺这个娘！你想那寡妇了？你说你也没吃过嘛好东西，这什么意思呀？弄两块豆腐炖来炖去怎么了？这不是绕口令吗？你怎么炖它不都是豆腐吗？那你甭管怎么是绕口令，您就说就行了。啊，刚才折腾了老头，开始折腾豆腐。咱俩谁折腾老头啊？我呢？好，一弄八个老头，怎么了？没让你开，就我的啊！要带回你们黑村去。是啊，朋友们，这个绕口令就得快。您快吗？张老师，我劝过你。倒数在外边，你要开车出去开。他老觉得我开车，我说您说的快吗？我夸您开车技术好，怎么了？我都不挨着。对，就是不挨着。你爸我一买一兔一样。是啊。这个绕口令倒快。您呢？慢了就没有意思了。您怎么着？我打倒特别快。我跟你说。那是有我，有我，那是我打的。不是，嗯，今天吓我一跳。对不起，大哥，忘跳了。
得快点说。您不就说俩字儿吗？这玩意儿谁听得见呀？怎么着？贝贝，您慢点说。您慢下来。您能慢下来吗？能慢下来。这样能控制。可以控制。听我的，水儿，你呼吁对我。您别挖了，一下就鱼。什么呢？您有没有正常人的思维方式？你说您这个人，非拦着我，差一点我就趴下了。你别当王。怎么着？趴下来。正常一点，正常语速，您让大伙儿听清楚字眼。正常一点，让大伙儿能听清楚字眼儿。他学我这说话，他利索。你看一看我这个字眼怎么样？水，我只能听，我看不懂。你会对我对动？你这个有点难度的在哪儿？它是对对还是动动？难在这儿，朋友们，把这个克服了就没有什么。说你会对我对动动？哎呦，你这动听着就硬，就动得太结实了，有点。啊，你说的是豆腐，完了。说，你会对我炖炖豆腐，你来对我炖炖豆腐，冻上冻上。你不会对你不对，他跟谁说的？你会对我炖冻豆腐吗？你来对我炖冻豆腐，你不会炖，你不会炖，你就别动我豆腐。我动你豆腐，您那不就是臭豆腐？婶儿，你会对我炖冻豆腐，你来炖我炖冻豆腐。你要再折腾一会儿，这豆腐就化了。你不会对我炖冻豆腐，我会对我炖冻豆腐，我会炖，我请你做梦呀，我得不会炖。这半天我说话了吗？水儿，你会对我炖冻豆腐，你来对我炖冻豆腐。你不会对我炖冻豆腐，我不会对我炖冻豆腐，你不会对，我不会对，你瞧这俩笨蛋，俩人都不会对，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咱们就熬着吃，熬着吃什么？哎呀妈，熬着吃，甭熬着吃啊！豆腐绕口令有那么简单吗？你不是厉害，我不是能说上了吗？啊？没您想的那么简单，我能说什么呀？行，这么得啊，我给您说一简单的，您找找面子就得了啊。听这个，说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就这个，就这个，这简单呢？这也太简单了。这是说，听没有？听我的，说吃鼻涕，你恶不恶心？你怎么是不忌口啊？这人怎么了？那你身体不好了，别吃那个鼻涕呀、啊。怎么了？吃葡萄。鼻涕怎么了？少吃这。不是鼻涕，是葡萄。哦，是葡萄。对，是葡萄。葡萄没有鼻涕有味儿。那也吃葡萄。这玩意儿太金嚼了。别吃。哎呀，你教他干什么？你这一说完了，我感觉我鼻子里特别的通畅。说吃不到吐不到，那不白吃了吗？你才白吃，说谁白吃呢？你黑吃，你吃葡萄的黑吃黑。
说吃葡萄，说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对吗？对呀、啊。说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吃葡萄来个花生仁。这都哪来的呀？没有花生仁。吃葡萄不吐葡萄皮，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这位老师，先别咳嗽。这玩意儿我控制得了吗？你这个玩意儿不合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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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问你，上半句是什么？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对，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对呀、啊，可以理解啊。因为吃葡萄的时候，你这个皮不吐。可以啊，这可以啊。在这个肚子里边存着。肚子，人有长肚子的。什么？我们这叫腮帮子，您那叫肚子。对，在这个腮帮子里存着。下半句是什么？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啊！不吃葡萄，就是没吃葡萄啊！哪来的皮儿啊？那皮儿哪来的？他都跟我分析上了。不是，你看他，对呀、啊，你吃葡萄的时候，你这皮儿不是存肚子里了吗？你不是没吐出来吗？你不吃的时候，你倒着倒着，你给吐出来不就完了吗？你是啥吗？你为什么不能吃一个吐一个，吃一个吐一个？我那么着，我解闷儿，我乐意，我高兴，我痛快。你吃一个吐一个，不，吃一个吐一个。那改祖马了，吃一个吐一个。我知道了，哎呦，知道。可能朋友们，葡萄太少了，吃葡萄的人太多了，对不对？什么？狼多肉少。怎么办？没有时间吐皮了，给你吃葡萄。给你吃，你看吃的没有毛了，开始吐皮儿。对，得亏第一排离得远，一个盯着一个走，这就叫吃葡萄葡萄葡萄皮儿，葡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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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皮儿。对，吃葡萄葡萄葡萄皮儿，葡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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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皮儿。对，吃苹果葡萄苹果皮儿，吃苹果葡萄苹果皮儿。吃橘子葡萄橘子皮儿，吃橘子葡萄橘子皮儿。吃榴莲葡萄榴莲皮儿，吃榴莲葡萄。炸死你！吃榴莲不吐榴莲皮儿，你好牙口啊！行，面子先找回来，你这干嘛干嘛？干嘛去？我们接着说。我敢说去？你说还来几个？我一共说仨。我说还来几个？你说俩呀？三大呀，俩大呀？不对，不是这么比的。你说还来几个？你要表达什么呀？我说。你再来一遍。你说还来几个？仨。我说还来几个？俩。三句两说，我有人。我想表达的是这个。我好像不应该跟傻子较劲，不是您什么意思吧？您再来一个，我再说一个，您再来一个。您要这样的话啊，咱一下就结束。我给您来一男的，来一男的，对吗？来一个女的我也不怕呀。这什么呀？对，来这个寡妇你都不怕。那给你来打个老咒。行，完了，我跑人过去聊去了。哎，我听我这个啊，你给来，我给你来，你说这男的，来说来男的，听着啊，我听着呢，说。打南边来个喇嘛，你等一会儿，这边手里边的，你等会儿，等会儿，什么是喇嘛？喇嘛你？喇嘛什么呀？出家人啊，西域僧人。哦，喇嘛，对喇嘛。哦，你说，吓我一跳，就打南边来个喇嘛，手里边提了着五斤塔。你等会儿，什么叫塔嘛？哎呦我，塔嘛。蛤蟆是一种鱼类哦，不是塔，是蛤蟆，不是蛤蟆。对，那是骂街啊，那个在我们普通话里也算骂街啊。蛤蟆，蛤蟆，那是蛤蟆呀。蛤蟆你不知道？蛤蟆鱼，蛤蟆鱼，黑的，特别黑的鱼，两个眼睛长一边，就跟您侧面是一样的。蛤蟆，对，蛤蟆我觉得不太好使啊，你能说带鱼吗？我不能。废话，这绕口令就这么设计。天不拿嘛，说你给他五斤带鱼，那好听吗？那个，就塔嘛，塔嘛，塔嘛，怎么着说人家亲戚了？他说不好听，其实他是打不归属。打北边来个哑巴。你等一会儿，这位老师，什么是哑巴呀？语言有障碍，说不了话。对，哑巴知道吗？哑巴嘛，不是啊，我说的是哑巴啊，你学的是傻子，不一样啊，这有本质的区别。哑巴语言有障碍，腰里头别这个喇叭，慢死喇叭呀，老师。
多毛病啊！你自己说的，你问我干什么？喇嘛是什么？就是吹的那个，哎呀，我老了。还有知道的，对，就用这四样说一绕口令，你就说不上来。我定能说上来，听着啊，你说吧，你也未必能说上来。我来这套，你说吧。这有什么可起哄的？听着啊，我就说打南边来个喇嘛，手里头提的就是金塔嘛；打北边来个哑巴，腰里头别着个喇叭。南来的提塔嘛，喇嘛要拿塔嘛换别喇叭哑的喇叭，别喇叭哑巴为拿喇叭去换提塔嘛喇叭塔嘛。提塔嘛喇叭急了，拿塔嘛打了别喇叭哑巴一塔嘛，别喇叭哑巴也急了，拿喇叭打了提塔嘛喇叭一喇叭也不知。南来的提塔嘛喇叭拿塔嘛打了别喇叭哑巴一塔嘛，说别喇叭哑巴拿喇叭打了提塔嘛喇叭一喇叭，喇叭回家炖塔嘛，哑巴给你大大吹喇叭。给我说来，这就是你要那个女的来，我给你起头甩来，那行了，我得回去了。现在寡妇出什么事都跟你没关系。不是，寡妇确实，我啊叔，那这位老师，您能再说一万遍吗？说，让我说。来，开始你的表演，甩，甩。周老师，我能问你一句吗？你说，接哪边？接哪边？哪边来的？南边。接哪边来的？对，朋友们，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发现，我发现一个规律。什么规律？老头是接南边来的，喇嘛是接南边来的。全接南边来的，那北边呢？北边不来人呢？对不起啊，我确实没有病。说接南边，说接南边来了个喇嘛，对吗？手里可提着七八斤塔嘛。七八斤塔嘛？得那么接干什么？五斤。五斤够吃吗？够不够吃都得说五斤。为什么？就必须说五斤，必须说五斤。对，行，说，最近那边来了个喇嘛，手里他提着五斤塔嘛，五斤塔。接北边来了个哑巴，各位，你猜怎么着？你猜怎么着？北边来人了，来人了，朋友们，好容易来人了，还来了个哑巴。哑巴是干什么的呢？说不了话。哎，屋里边，屋里边，屋里边，说不了话，来个哑巴。是。说起南边来了个喇嘛，手里头提着五斤塔嘛。接北边来了个哑巴，腰里别着个喇叭。对。南来的地塔嘛的喇嘛，要那塔嘛。哎，你们不要乱想啊！咱这个口音确实说塔嘛容易说成塔嘛，是吧？接南边来了个喇嘛，手里头递着五斤塔嘛。不行不行，不对不对，你们先有点变味儿。说接南边。来了个喇嘛，手里提着五斤塔嘛。接北边来了个哑巴，腰里别着个喇叭。南来的地塔嘛的。哎，我问问你。你是对这个他有意见吗？我没有意见，我就是这个口音。那怎么办呢？朋友们，忍一会儿好吗？不要乐了，不要乐了。说简单点来来，我演绕口令这么些年，第一回有人在这儿乐。我听绕口令这么些年，第一回有人跟这儿骂。
说艰难艰难吧烂了吧阿妈手里递着五斤阿妈接北边烂了吧喇叭吧要你别这个喇叭奶奶的地堂嘛堂嘛要呢要那蛤蟆换牙吧手里的这个喇叭朋友们牙吧不乐意换因为什么呢因为家里有一个母亲不是这个我还是要多认一这个牙吧不乐意换呀因为什么呢他看出来了，他认出来了，他看出来了，他那个蛤蟆不够无斤，牙巴看出来了，牙巴不乐意换，喇嘛可就急了，哦、他不高兴，喇嘛就急了，抡起那个蛤蟆，那个蛤蟆，啪，给那个牙巴一蛤蟆。当时这个牙巴就急了呀，牙巴也急了。牙巴当时就说：“对，说孙子，我不管你拿糖，你再等一会儿。”怎么了？你骂街这事儿咱先不提啊。我没骂街，这哑巴说话了。你在你这个，要不哑巴他能说话，还孙子还能骂街。牙巴能说话，这不是你说的吗？这不你气的吗？咱俩谁气谁呀？你犯贱，我教唬你了吗？你非教唬我，我你不教唬我，蛤蟆能出来吗？那我哪知道啊？接着说呀、啊，你接着说呀。忘了不是？那赖谁呀？别教唬我，退什么课？别退票了，我再给你们说段喇嘛糖吧。是吧？朋友们太煎熬了。接那边来了个喇嘛，手里可递着五斤糖嘛。接那边来了个哑巴，要你别这个喇叭，奶奶的地糖嘛的喇嘛，要那。蛤蟆换牙巴手里的这个喇叭朋友们牙巴不乐意换反正又到这儿因为什么呢因为牙巴看出来了他这个蛤蟆不够无斤牙巴不乐意换喇嘛可就急了喇嘛那个脾气可太暴了抡起蛤蟆照着牙巴啪给那个牙巴一蛤蟆朋友们这回牙巴没说话这回没说话啊牙巴没说话但是他心里也不服呀、哎、心里他心里说说孙子我不怕你打我做什么呢为你妈这个牙巴可就急了牙巴抡起那个喇叭照着喇叭给了喇叭啪这么一喇叭打着这个喇叭跑吧他没想到打不过呀打不过赶紧跑吧喇叭跑回家干什么呢喇叭跑回家炖蛤蟆喇嘛炖蛤蟆你说牙巴吃什么呢牙巴吃不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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